该发电装置应用后，将实现海上油气田主电站烟去蚁热的综合利用，综合能效预计提升7%，从而节省海上油气田原油和天然气的消耗。经测算，该装置投用后可达到年发电量0.4亿千瓦时，足以供应3万用户家庭的年需求量。同时，预计节省天然气约3亿方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0万吨，相当于植树造林750万棵，为海上油气田的碳减排和碳中和提供了有力支撑。